今天是啊，装潢刀啊，大家特别喜欢的、尊敬的陶杰先生。我们今天讨论的，陶先生你好。对啊。啊，我们今天呢，就是继续进行的我们的历史细节的这个专栏里面的其中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们已经做到第五次了，就是讲的是毛泽东为什么会打败蒋介石。我们在上一期的这个节目中间，也就是在第四季的节目中间，陶先生跟我们展开了他的这个思路啊，这个思路的宽阔啊，使我学习很多，思考很多。就是美国也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为什么不与这个当年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在中国的近代的历史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那是因为啊，在日本当时处于一个呢，思想勃兴的时代，急于进化、急于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日本，当时哈在欧洲、在美国、在各个国家接受了非常丰富的而且很多元的这些思想，而这些里面的思想有一些是非常激进的，有一些呢是理性的，有一些是浪漫的，有一些是呢这个非常现实的。而相对来讲呢，美国的整个的国家的精神呢倾向比较理性，也许是这个原因造成了我们的这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也是如此的丰富。那么但是日本这个话题啊，我当时准备做一集，后来看起来不行，我们需要做很多的集。一方面是日本在中国近代史里面的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到今天中国和日本的这种文化的纠葛，文化这个彼此之间的一种复杂的情感，也是使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点。包括我们注意到啊，这个这些年啊，中国的反日情结，在这个中国官方的宣导之下，那是这个非常的浓烈。但是另一方面呢，居然在中国出现了一批所谓的精致派，就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认为自己所承办的国家啊就是日本，包括自己的打扮也是这样。其实这个是极端的反应，真实的情况是一般的老百姓到了日本去旅游，突然发现真实的日本和官方所里面所宣传的日本完全不是一码事儿。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就日本的话题来请教陶先生。上一次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讲到了蒋介石先生，我们知道蒋介石先生也是留学日本。那么有人说呢，蒋介石先生在这个留日期间，他的学习的方向，那局限了他的军事的指挥才干，他更加重视这个细节啊，不像一个军事统帅的这么一个作风，是不是跟他的留日的学习的这个科目有一些关系？陶先生，请。因为这个蒋介石第一次去日本呢是18岁啊，但是他去日本的那个时候呢，由于他是自己是自费的，当时呢去日本呢，日本是接受这个清政府啊官派的学生，所以呢他第一次去日本呢没有进什么正规的学校，虽然他想进，结果呢学了就几个月的日文啊，然后呢正式的去日本留学呢是1906年。啊，那个时候是19岁啊，大概一年之后，他去的就是这个去的是日本的东京士官学校
那他一直在日本呢待了六年，除了在这个东京这个士官学校学习呢，还在这个高田县一个日本的军营啊，一个马兵的兵军营里头实习了大概一年啊。那么有人说，像这个台湾的李敖啊，他自己的考证，他说日本人使坏，当这个蒋介石在东京士官学校读书的时候啊，日本人不教他跟日本学生一样的军事常识，只教他是步操啊，像一个兵一样，一二一呀，这个听口令啊，结果他什么都没学掉学到。我想这个是不正确的啊，他在东京士官学校呢啊，他是有这个有经过这个正规的这个军事啊这个训练的。但是这里头有没有啊这个教官啊，对他跟他一对一讲课的时候，有没有把一些啊他们日本人认为军事的精髓精绪把它扣下来不跟他讲呢？那么现在我们无从稀考这一方面呢。他在东京学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学科啊，我想呢这个都是有档案可以稀考的啊。但是呢这个总的来说，这个蒋介石在日本呢过的这个生活啊使他对受日本的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啊，他坐船去日本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在甲板上啊，就说看见一个人呢在吐痰。吐痰以后呢，这个船上的有的日本人就跟那个吐痰的人说我你去到日本你这样吐痰你是会很丢脸的。因为我们日本人绝对不随便吐痰，更不会在甲板上吐痰。要吐痰就拿出手绢吐在这个手绢里头。这个呢是这个蒋介石去日本在路上学到日本文化的第一课。这个对于他后来在中国回来中国推展这个所谓的新生活运动，这个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蒋介石他不止一次啊，他接受采访也好什么也好，他跟人家说他这个军人的性格就是在日本培养的。因为呢这个日本人呢对这个纪律啊，对这个守时，对这个自我意志的约束非常严格啊，所以呢这个蒋介石整个人他从这个在日本那个六年，而且他认识了这个陈其美，也在那边结识了这个在东京啊那个结识了这个同盟会啊，知道了这个认识了孙中山啊，他从在日本那个六年呢，是从一个军事学校的学生啊，逐渐变成一个准军人，然后从一个准军人啊变成一个革命家或者是革命者吧，啊也不能说革命家，在那里受到这个孙中山的同盟会的这个革命的思想影响呢，就然后回国的啊。所以呢这个蒋介石对日本呢啊他有一种非常崇慕的那种情结啊，但是他是这个性格是比较矛盾的啊，但是他也是个爱国者，他看到这个日本侵略中国，他还是非常的啊这个痛心，非常的这个愤怒。但是他在日本过了六年的这个军事学校啊，那个生活跟那个训练，他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他对日本人的那种明治维新之后的那种向上勤奋啊，那种上下一心的这种纪律跟团结啊，他觉得非常的佩服啊。这个呢，就这种反日跟这个崇日这种矛盾的心态，可以说贯穿了这个蒋介石的大半生啊。这个也影响了他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对日本实行的以德报怨啊，不向日本追讨赔偿，而且雇佣一些日本的曾经侵华的这个军官作为他的军事顾问啊，在这个剿共的战争内战以后发挥作用。比方讲日本的这个冈村宁次啊，就是由蒋介石特令啊，就是特赦，然后转为这个国家的国军的这个军事顾问啊。所以呢还有呢，就1927年这个蒋介石我回到日本去访问过一次啊。那个时候呢，他对日本的母校或者是日本的一些军方的这个政府这个高官说，他说日本呢是他的这个第二故乡啊。
他呢，而且呢，表示他对日本呢这个东京士官学校那段的日子非常的难忘啊。这个呢是毛泽东所缺乏的，这个呢日本的那种武士道的精神，那种对自我的道德的要求，那种约束，那形成了这个蒋介石那个军人跟革命家的这个性格啊。而且呢这一点的冲突的性格在蒋介石的日子里头啊，这个在这个日记里头啊都多有记述啊。在我们看蒋介石的性格内心世界，看这个日记是比较准确的。因为日记是他自己啊这个内心的这个独白啊。所以呢这个蒋介石也是对日本比较了解。所以呢这个日本在侵略中国的时候，这个蒋介石对日本人的这个心理也有一个非常客观的估算。啊，他这种影响了他对1931年到1937年这个六年啊，这个关键的六年啊，他为什么忍辱负重啊，他说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啊，和平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和平，就是他对日本太了解了。尤其是他知道这个日本的军方啊，这个军政府啊，尤其是这个关东军啊，后来就跟这个陆军跟海军之间的矛盾，然后整个日本军方跟这个日本这个文官系统的矛盾，然后整个日本的这个陆军海军跟这个文官贵族这个不同的派系那个当中的一个冲突，跟天皇之间的这个关系他是比较清楚。所以他一直不想爆发对日本的正面冲突。他想让外必先安内。这个是跟日本当时这个对华的政策大方向其实是相当的一致的。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不抵抗政策，但是那个时候就成了一个共产党跟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个反对这个蒋介石的一个借口啊。实际上他自己呢是有苦吃不出啊。所以呢有苦说不出来。所以呢这个到了这个台湾以后，他能够马上跟日本恢复正常关系，签日了中日友好条约，而且跟日本后来什么岸信介啦、佐藤荣作啦这些所谓的对在侵华战争有血债的这日本的政界人物也信出的化敌为友那么保持所谓的日中亲善，确保东亚和平，这个变成了他以后台湾奠定成为亚中四小龙之一的一个重大的基础因为蒋先生他留学日本，确实这一种经历你刚才讲了，反映了他一种矛盾的心态。事实上在国民政府内部，很多人对他是不是真的抗日也一直有所怀疑，一直到看了蒋先生的日记以后发现他还是真是有这个要抵抗日本的这种决心。但是就是说您刚才讲的，就是实际上他是很矛盾的，他确实有一方面是很沉浸日本，但是另一方面呢又对日本在中国造成的这种灾难呢跟中国当时的国民心态也是一致的。那您觉得这个当时的日本有没有考虑到蒋先生这种他在日本留学的这种经历，就是想办法去联络蒋先生，那么在抗战初期他们有没有一些秘密的交往这个呢日本人对蒋介石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也相当的掌握我不认为李敖说他到了这个东京士官学校日本人就不叫他，他上学是跟日本学生同一个教室的，又没有跟他隔离不让他上课是怎么可能呢？但是他这个实习在这个高田县他这个倒是干了一些粗活这日本人有没有让他真正的实习呢，这个有点的怀疑据他自己的记述，他在那个高田县去清洁那个马房，是日本的战马就寄养的地方，叫他去洗去洗洗洗地洗刷。如果他这已经是在士官学校毕业，作为一个军事毕业生，
要他去干那种粗活，我觉得就有点的大材小用啊，这不应该的啊，这个应该是给没有上过学，但是在这种小兵呢 啊在军队里头学习啊啊的这行军的时候让他干啊，所以呢，这日本人对于这个老蒋啊，他懂得多少军事这个知识，而且最重要对他这个性格应该有一点的基本的了解啊。所以呢，在1931年，这个张作霖啊，这个在黄国权被炸死以后，1931年这个918事变啊，那个时候只成立了这个满洲国以后啊，这个到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这个老蒋一直是忍辱忍辱负之负重啊，有没有跟这个日方啊那边交往呢？这个当然有，他这个当然是那个时候是总裁吧，中华民国总统那个时候这个日本的政局啊也是不是太稳定的啊，经过了什么全养义啊，那些文官出身的这些首相啊被行刺，而且呢他认识全养义啊、大卫仲信啊这些人呢也是跟孙中山在这个日本成立同盟会的时候啊这个来往非常密切啊，所以应该这样说，这个在从1931到1937年，蒋介石看到这个日本的陆军呢、这个势力不断的膨胀，而且这个关东军具有了东北以后啊，就上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对于当时后来1936年、1937年那个时候日本首相是贵族出身，就是红二代近卫文旅啊，近卫文旅呢是对这个关东军的势力啊是压不住的，压不住长啊，而且后来这个关东军1931年就是成立这个满洲国以后啊他们逐渐的向这个东北的内陆啊不断的开拓开垦啊，而且呢军费啊是可以自给自足，然后关东军的胆子啊就养大了啊，然后呢就对开始对日本呢这个中央的对华政策指手画脚，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一方面那蒋介石是干着急的啊，那么后来他又跟这个什么梅津啊，这个梅津美治郎啊，这个关东军这个系统的啊叫何应钦叫他出来签署了这个和梅协定啊，因为他非常清楚啊日本的政策，那个时候他很清楚日本中央并没有就是吞并中国的这个动机，但是关东军那班人在外面乱来啊，这个日本中央政府管不住，但是关东军有一个很大的借口，就是苏联的扩张非常厉害，尤其是在这个满蒙跟中国这个华北啊，我们都知道内蒙那个说什么察哈尔、绥远、热河这三省啊，就跟这个蒙古啊那边就连着西伯利亚。日本当时的这个军部啊，这个借口或者说这个理由啊，就是说我们并不想灭亡中国，我们只不过看到孙中山成立民国跟蒋介石北伐以后，华北呀 他不是太守得住。因为华北啊是我们这个日本啊要抵御这个苏联扩张的一个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如果你这个蒋介石没有能力固守华北，最重要的是这个共产党在这个长征以后在华北建立的延安根据地。延安根据地就跟这个陕甘宁兵区那边打通，就变成跟斯大林直接受命令，所以当时无论是日本军方还是日本政府跟蒋介石在那几年当中有一致的利益，就是要联合日本去先剿灭共产党但是这个
蒋介石，所以做他做一个政治家，当时啊，他分得出这个主次，他是主次分明的，应该这样说，他对大局啊，在那个时候是看得很清楚，他知道日本的军中有些极右的势力，绝对不以这个占领华北或者占领东北而罢休，他们这些人会有野心啊，但是他想，第一，确实那个时候要跟日本联合；第二，希望日本的政府在东京会对这些军方的势力有所制约啊。当然后来海军冒出来了，跟陆军有很大的矛盾，但是不能形成对这个陆军力量，尤其是关东军为主啊，这个日本在中国的这个军国主义的势力，这个任何有效的制约，所以呢，就后来就发生了这个西安事变。但是从这个31年到37年，斯大林这个支持这个中共，然后中共的这个地下工作，尤其是在这个各大学，比方讲这个北大、上海大学啊这些什么天津南开啊这种学生会啊，就是说煽动起那种这个民族主义，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蒋介石是不是要当石敬瑭啊是不是要当秦桧啊，是不是要求和啊，或者是当这个宋高宗赵构啊然后这种非黑即白的这种爱国的情绪，很容易在青年人和那个知识分子当中把它波动起来。所以当时蒋介石非常为难，哈哈，再加上这个张学良啊，这个西安事变把他一抓，然后啊就全国这个舆论相当的沸腾，然后这里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啊，结果也后来这个日本人也实在不争气，发动了这个七七事变，到那个时候没办法啊，这个蒋介石只有发表这个庐山谈话啊，全国交头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啊，十万青年十万军，那个时候啊，就蒋介石的真正的这个爱国心和那个作为一个军人，中国军人的原则跟那个气节，就在1937年77这个事变以后，这个庐山讲话就完全表露出来。一般中国人认为啊，就是西安事变啊，完全啊强迫啊这个蒋先生改变了他的抗日历程，所以中国中共这一边基本上把西安事变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在这个里面的张学良的角色呢，现在有一些反共的人认为，张学良是千古罪人，如果没有西安事变，那么这个可能中国共产党就不会那么好的有壮大的机会。而西安事变被认为是中共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使他们得到了这个生存的空间，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确实是啊，因为这个自从中共在延安建立军根据地以后啊，这个已经是只剩下了七八千人，到最后在这个延安，蒋介石汇集这个国军啊，只要尽最后的努力，最后一把就能够一下子就能够把延安的毛泽东的势力给掐死。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南侵，还在满洲国，当然他这个势力已经渗透到这个河北，但是这个苏联就利用这个形势毛泽东周恩来那个时候他们在道德高地上绝对是占上风啊，民族主义嘛，是不是啊，这个兄弟应该共同这个联合抗日嘛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故意不说，曾经一度长期宣传说蒋介石国民党是中国反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的代理人各种代表，那个时候就说国共是像兄弟一样应该枪口一致对外那个时候共产党是有占有这个道德高地的在舆论上蒋介石是绝对吃亏的我们到今天看到什么
松花江上918918在那个悲惨的时候，那个歌声非常的悲壮啊，很高亢，就实际上起了这种四面楚歌的作用啊。那个时候这个松花江上这首歌啊还有那部电影啊那个时候是由这个金山呢这个演员呢当男主角，松花江上啊这个电影啊跟那个插曲啊还有当中可能东北人沦陷以后啊这种民歌啦，什么高粱叶子青幽青啊青幽青啊这个九月十八赖了这个日本兵啊杀人放火真是凶啊，哇这些唱的这个民间呢妇孺皆知，所以整个抗战对日本侵略的那种悲愤呢是全国的主流，包括蒋介石的内心也知道，但是他屁股坐在这个总裁或者是领袖啊那个位置上，他要像共产党后来说的顾全大局，对不对？好像今天很多中国大陆的这种粉红觉得美国川普欺负的我们欺负成这个样子，我们也应该马上解放台湾，对不对？啊，你说现在解放台湾，中央军委主席会不会听着你们这个话真的去这个动手呢？这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所以也暂时呢现在这个势力比较悬殊啊，现在动手啊不是太适宜。但是啊现在你看美国人公开跟这个蔡英文勾搭，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啊。所以在处在这种位置上，最高领袖是比较吃亏的。如果你少一忧一这个对敌人的怒火就反过来就烧在你自己领袖的头上，说你是不是软弱啊，是不是卖国啊，啊这个是不是要当这个宋高宗啊是不是怕了敌人啊，因为你知道中国这种情绪啊这种反应啊不就是这个样子啊。再加上那个时候这30年代在中国的这以上海为基础的电影戏剧文艺基本上都是白区那个地区被共产党渗透，所以这个舆论的压力对蒋介石非常巨大。刚才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是忘了追问您一下，请教您一下，就是蒋介石先生在日本接受的这种军事训练是不是一个很低阶的这种士官所学的这种训练，影响到了他后来作为一个统帅的指挥的才干，应该更加具有大的谋略啊，而不是像蒋先生这样事必躬亲，或者而且是越级插手一些军事指挥啊。这个我想是跟蒋介石个人的性格很有关系啊。我不认为他在日本东京这个士官学校，日本人故意叫他一套啊，打了个9折的8折的啊，而是因为他这个人太认真，他像日本人那样太注重细节了，但是同时他这个人比较啊不是太会用人，或者用人的过程里头啊，由于受了北伐的影响，他北伐的时候是继承孙中山啊，一直打到北方，然后跟这个北方的军阀都交过手，在前面呢啊有过一段的恩怨，比方讲这个冯玉祥啊、阎锡山啊这个什么吴佩孚啊这个啊这些军阀啊都是后来都是被这个蒋介石成功统一，但是心里服不服蒋介石呢，这个当然是另一回事啊。我们都还有这个西南的这个桂系是最重大的问题啊，这个广西云南这一块特别的不服气啊，这个龙云啊，这个李宗仁、白崇禧啊，但是还有这个广东的这个一大批张法奎
这个李汉魂啊，还有这个薛岳啊。结果呢，这个孙中山相信的只有是黄埔军校是第一期、第二期，他自己的嫡系，比方讲他最相信的是不是陈诚啊，是他的心腹嫡系啊，还有这个汤恩伯啊、顾竹同啊，这个汤恩伯、顾竹同呢，是不是在不是太会打仗啊啊，但是也有一批像邱清泉啊，这个邱清泉啊，还有这个什么张灵甫啊、杜聿明啊、黄维啊，这帮人啊，也是受蒋介石啊重用的。王耀武啊，山东人，王耀武，对，这帮人呢、啊，也在这个常德会战啊、台儿庄啊，包括这个李宗仁打台儿庄啊，王耀武打这个常德，也是给蒋介石拼命的啊。所以呢，整个过程里头，我们应该说，确实中日双方的这个军事实力悬殊啊。啊，包括的这个，这个军队的人数，还这个武装的这个配备啊，啊，是实在的，中国那个时候还没有准备好。再加上这个蒋介石是军事委员长，唯一他一个人，呵呵啊，他只不是太容易相信人啊。最错误的就是这个淞沪会战，啊，就是第一次，他要向国家名义交代。啊，他把主力部队投进去一大半，死守四行仓库，啊，结果800壮士，结果呢那一仗其实败得很惨，啊，我认为这个你不需要在士官学校拿到这个什么优异毕业，你看看这个地图，淞沪那边为什么特别难守啊？全是平原，啊，而且呢这个铁路啊，经过这个平原很容易受到攻击。如果在开战的时候你这么用这么大量的主力部队跟他啊这个明拼呢，日本还有这个轰炸机，那个时候上海、杭州、这个无锡、苏州这一带全是经济农业最发达的啊，其实他豪赌那一手813炮火一响，他豪赌那一手是赌输以后啊，那就啊，然后整个南京就陷落，啊，在守南京的时候，他又把不是他的，嫡系的唐生智啊，把他往上推，结果唐生智知道你蒋介石，啊，想这个，借刀杀人啊，结果他就不打了，就溜了啊，结果呢，就后来就撤到这个武汉，然后才撤到重庆，这不能不说这个。蒋介石第一，他手下不是没有能打的这个将军，而是实在你要兼顾这个日本呢啊这么厉害的敌人，而且你要守住大江南北这么广阔这个领土，而且后面还有共产党，以蒋介石一个人的能力、智力和精力，他一下子应付不来，我就认为是这样，而且胸襟不够广。啊，你有时候你放给这个王耀祥或者是什么白崇禧或者邱清泉啊，你就让他们打，而且他们互相之间也有矛盾啊，不同省级啊，不同的派系，他们也有矛盾啊，这个矛盾在最后这个内战呢，抗战以后这个所谓的解放战争中啊，就表露出来啊，对。您这里讲的很对，就是淞沪会战啊，在那种平原之地啊，它更合适于现代化的大规模作战。如果你的装备、你的整个没有准备好，是很难的。不够啊、我有一次我去这个渤海山区啊，那我就了解了铁托为什么能够战斗，因为那都是山区啊，你现代化的军队根本没办法发挥，对不对？没办法发挥，所以其实蒋介石他未必不知道。但是你七七抗战那个时候逼着他没办法了，因为日本人就从那攻进来啊，你有什么办法呢啊，日本人那个时候真的王八蛋啊，他对这个中国是那个时候是完全是不留情面，事情做得很绝啊，船坚炮利你没办法，而且那一大片的这个长江中下游平原根本没得守，没得守啊，你们今天到这个太湖啊，到这个南京啊，
啊，这个扬州一带啊，啊，都看见都是田，啊，都是一些小山、一些小丘陵，根本没得说。结果你跑到武汉以后也没得跑啊，也没得说。现在重庆可以了，四面都是山，啊，然后这个西南日本人攻西南也攻不进，只能用这个轰炸机，对不对？所以到后来啊，就打这个印支半岛，对不对？所以这个地理本身啊，地理啊，这是对这个军事部署是个第一要考虑的因素，嗯啊，然后才是军队的调动啊，军队的调动，我们要打一场仗，我们都知道，并不是说日本人来十万，你有十万呢就能够抵挡的，不是十万对十万，尤其是你这个后勤很重要，这十万以后还得有这个二十万，还有这个粮水、粮草啊，还有这种。粮食啊，跟其他这个武器装备，还有这个这个医疗，还有这个军流动的这个救护人员，啊，你怎么跟日本拼的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有这个轰炸机啊，还有这个轰炸机还炸，还放这种细菌弹，啊，就在杭州，就在浙江这种你最富饶的地方，啊，放这个鼠疫的啊这种细菌弹，你怎么吃得消？啊，结果呢，他在这个黄河，还有在这个黄河花园口，没办法了，啊，那个时候也是平原，啊，那个地方也是平原，他只有把这个堤坝给炸掉，哇，一炸掉这个黄河水，这个水淹，结果呢自己淹死了，七八万人，啊，而且，啊，把田呢都淹掉，结果怎么呢？田淹掉，连农作物也失收，结果搞出了。这个1942年的这个大饥荒啊，所以这方面呢，啊，这个说我老实说，我们今天看这个蒋介石日记，再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书，我觉得这国运实在是不好啊，啊，中国什么地大物博，再加上它这个地理环境，在这个抗日战争变成个劣势，不是优势啊，地高西北，然后呢地低东南。如日本人偏偏就是从东北那边打过来，从东北那边啊，这个平津那边打过来，啊，你怎么跟他打？没得打，对不对？再加上你这个道德高地又被共产党占领了，舆论在共产党手上，他最多在这个华北啊，只有些游击队啊，这你这个全灯蛾扑火，你把主力军队正面的去跟日本人的炮火啊。只有成为炮灰。对，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的，他淞沪会战他不打也不行，打了又是堤坝，对不对？对，他不打也不行呢，在这等不打不行呢，怎么办？不打怎么行呢？只有咬咬牙啊，把自己的子弟兵啊，这个最精锐的部队送上去啊，那个真是，哎呀，非常惨烈啊！我们今天看了，都觉得这热泪盈眶了啊，太惨了。啊，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中国近七十年啊，这个历史现状的种种啊，我认为日本呢是要负第一责任的。日本，哈，其他的就当然就苏联了，这个没话说啊。苏联呢，你扶植了共产党，但是你日本在最不适当的时候，对中国发动最不适当的侵略，啊。我们今天看来啊，有很多常识的问题。你轰炸这个重庆，也轰炸上海，对不对？啊，也轰炸汉口，为什么你独独不轰炸这个延安呢？对不对？你这个轰炸机在延安对这些什么窑洞啊，投十来个炸弹，啊，不就完蛋了吗？对不对？你不是说跟蒋介石一起啊联手防共吗？啊，结果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关东军，因为这个陆军，啊，跟早期啊，这个日本近卫政府啊，啊，战略 啊不一样，啊，他后来发疯了，他认为既然打到这个华北啊，席卷华北是这么容易，他觉得能够吃得下整个中国，啊，这个完全是发疯的，960万平方公里，有这么多城市。这么多县城，这么多村庄，啊，有的是高山，有的是丘陵。你日本要动用多少兵员
来驻守全中国数以万计的这种城市县跟这个村庄，而且在当地要成立政府呢，啊，不可能的。到你这1941年12月8日，你对香港发动这个侵略战，成立的这个日本政府，你好啊，他们派了一个叫矶谷廉介的坐进香港的总督府，成立一个日治的政府。香港这么一小地方可以，全国这么多这么大，山东、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河南，你怎么吃得下？这不是发神经吗？是不是？所以这个当初蒋介石没想到的，他没想到日本人会这么疯啊！啊，他想你这个占了满洲国就算了啊，他就跟这个禁卫那边暗中啊就联系啊，啊，我这个暂时承认现状啊，禁卫也跟对他的禁卫首相与他的谈判的过程也说，其中的条件你要永久承认这个满洲国这个现状。这个让蒋介石很为难啊，他不是不抗拒承认，但是我公开不能这样说啊，这等于是卖国，怎么办啊？因为你中华民国的版图确实是包括了这个东北各省，是不是啊？当时这个你看中华民国的这个地图啊，有一个省叫松江，黑龙江东部，松江旁边是黑龙江，然后下面是辽东、辽西、察哈尔。啊，这个是中华民国的行政地图啊！你把这些都给占了，而且要我承认这个满洲国，永久承认这么一大的一块的地方，我蒋介石啊，我怎么能够公开这样啊？所以这个日本人自己是太不争气，我觉得事情做得太绝啊！到了今天，他们吃这个承受这个苦果，到了今天还没有承受完，嗯。您刚才讲的这个日讲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很好的观察，就是说我突然想起了中国人为什么叫日本叫小鬼子，日本鬼子小日本，你不仅仅是在地理上去鄙视这个日本人，更重要的是我中国这么大，你日本吃得下吗？你吃不下，对不对？对，并不是说日本的这个文化不先进，并不是说这个日本呢、不够这个明治维新呢、不成功，而是这个完全是个常识问题、啊、对不对？你不要说全中国，你半壁江山你也吃不下啊！你打赢的时候得占领的啊，对，占领以后啊，你不能够把全国什么占领区的人民给杀光的，你要养活他的，你要有经济活动的啊。当然你占领了上海以后，上海变成孤岛，上海的经济基础比较深厚，上海你照样让他开跑马场、股票市场、工商业做生意，他就能够自给自足了。但是其他河南怎么办啊？这个湖南怎么样啊？啊，四川你怎么管呢、啊、对不对？他完全没有那种全盘的这种战略啊，这种，所以关东军那帮人完全是个发疯啊。到了那个时候，那个日本那个时候，这个文官的势力已经完全统统的不行了，515政变以后啊，后来这禁卫也得下台了啊，然后就一届一届都是日本的这个军人呢 当了这个首相啊，然后这个天皇那个时候30岁不到，是个小辈啊，在这些曾经参加打过日俄战争打赢的这一帮长辈面前开御前会议，长辈都是50-60岁，那个时候这个裕仁才是27-28，虽然在地位，你这个地位上裕仁比他们高，但是日本人都是讲辈分的，你这30岁不到，在那些50-60岁的啊叔叔伯伯面前只有恭恭敬敬，好好打打打，签签签，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一连串的误判一连串的不幸造成了今天这个恶果啊。有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就是虽然中共一直这么攻击啊蒋先生，但是您觉得蒋先生心里面有没有做过一个安排，也准备逃上日本？今天我相信是没有的。从他的日记，我没有发现他最终投降日本的有这个打算。
啊，他会有某种的侥幸的心理，他最希望英美能够还手，啊，他一直在拖，从31年一直等到37年，再等到1941年才等得到。啊，我认为他蒋介石当时对国际局势整个评估啊，还是相当的合理的。啊，那个时候，满洲国成立以后，那个日本啊还非常的嚣张。那个时候没有联合国，联合国的前身就是国联，国联呢就是英国人支配作为主导，但是英国人没有那个啊。没有那个对日本呢没有那个正义感。英国人是亲日的。啊，在那个抗战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跟日本大家是这个同盟，而且签署过英日联盟。所以啊，就是以这个英国为主导的国联派了个代表团来满洲国参观一下，回去发表个报告书，说表示遗憾这个遗憾。啊，对这个日本侵略这个满洲国表示遗憾，但是并没有干预。那个时候的国联非常的软弱，啊，那个时候这个蒋介石确实是诉诸国际，但是国际并没有理睬他，因为非常的现实，直到这个罗斯福上台，啊，等到偷袭珍珠港以后，蒋介石才知道时来运转了。正因为是这样，1937年这个全国抗战以后，才有所谓的低调俱乐部，啊，这个汪精卫，啊，还有那个包括那个时候的胡适也是低调俱乐部，啊，重要的一员，他认为打不过的，早期的时候不要乱宣战，不然的话只有老百姓牺牲，我们军队牺牲，打不过。这个叫低调俱乐部，啊，低调俱乐部跟蒋介石的判断其实是一样的，打不过他，不要打，啊，现在只能忍辱负重啊，拖到这个英国跟法国啊来帮忙我们，美国帮忙我们，结果你拖，这英美为什么要帮你啊？弱肉强食，森林定律，达尔文主义，结果呢？这个等到这个希特勒1939年9月1号他们那边开打了啊，英美还不来帮啊，不但不帮，逼于这个日本的压力，丘吉尔把这个滇缅公路啊给封了，到最后这个真正的转捩点是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决定日本跟德国结成轴心国，那个时候形势开始翻转了，啊，所以由此一说，好像说唐人写的那个《金陵春梦》，就一口咬定说汪精卫到南京主府是跟蒋介石两个人唱双簧，啊，就蒋介石觉得这不行了，啊，这个汪精卫见蒋介石的时候也是这么表示。啊，兄为其义，弟为其难啊！我只有发挥灯蛾扑火啊，他这个精神，你不谈，我去跟日本谈吧啊！蒋介石对此并无反应，没什么反应啊。结果就是因为后来这个1939年，这个汪精卫从欧洲回来以后。啊，结果看见这个精卫对中华民国发表唁电，结果他就不行了，这个时候这个机会你要抓住啊，日本人只是跟我们想这个联合反共，因为这个汪精卫啊虽然早期是这个左派，但是后来成了一个西山会议派，是这个党内的右翼啊，他认为应该跟日本人呢缓和一下。但是蒋介石那个时候没反应，结果呢，他晚上就偷偷的离开重庆，就跑到这个昆明，龙云呢去接济他，啊，结果晚上就偷偷溜了，然后又从昆明飞到河内，啊，本来他在河内就那住，
啊，还在观望，不敢，因为李健公开啊，宣布分裂，你是中华民国副国民党副总裁，第二号人物。然后，如果你宣布要跟日本谈和，这个是非常震撼的大消息。结果呢，这戴笠就派了几个特工，从重庆潜入河内，啊，那个汪精卫在法国区界那条街叫高朗街，28号住了一个房子，一个洋房，这个洋房今天还在，今天还在。这个前面跟后面两套房间，他那个时候带了个秘书，他对这个秘书感情很好，叫曾仲明。曾仲明是个大才子，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啊，给他写这个讲稿啊。而且呢，这个曾仲明啊，对汪精卫很忠心啊。因为这个曾仲明的太太方君比是这个早年啊同盟会这个革命党方生栋的女儿，这个有他们有这个血缘的关系。结果呢，当天晚上戴笠的特务看准了，就是在那个地方考察地形，以为汪精卫一家人就住在对街的那个房间。结果没想到那一天晚上，汪精卫跟曾仲明晚一点来，跟他换了个房间。汪精卫一家搬到后面的房间，曾仲明一家住前面，住汪精卫的房间。结果特务进去拿这个斧头这个枪摸错了，啪啪啪就把这个曾仲明呢给打死了，他太太也中了几枪，方君比。啊，重伤，然后就回去，就包括完成任务。结果后来第二天，这个法国情景就发现，啊，这个曾仲明被打死了。那个时候，汪精卫就认为这是蒋介石把他逼上绝路。既然是这样，好，我就跟你决裂。结果就投奔这个啊南京啊，发表了啊这个一篇的讲话啊，解释清楚。为什么他要跟日本谈和？啊，于公于私，于国于这个自己啊，这个所以这个也是个非常不幸的一个事件。这个汪伪政权呢、啊，我觉得要专门来批一节啊，请您谈一次，因为这个话题它大。一下子很大，不谈不完。我今天呢，就是最后一个话题，还是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您讲到这个蒋先生呢、啊，用人有一些就是不够心胸开阔的地方，这也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军事统帅比较悲哀的。我们认为一般军事统帅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手下都是自己的兵，都是自己的将军，我培养起来的。那你不管我是什么人物，你们这些将军们呢都会听我指挥。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像美国西方政府这样的，美国的，我不管你昨天是啊、在街上卖什么假药的，还是做什么的，你一旦被成为总统了，你就是天然的三军统帅，那么其他的将军们都要听你这个总统的指挥，对不对？那么这个当时蒋介石虽然名义上呢是这个统帅，但实际上他是这个手下所谓的这些将军们，实际上都是在军阀啊这个割据的时候分裂出来的，后来延伸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将军，是不是啊？这些将军就是说他统治的这种合法性或者是用力的这种程度啊，就变得比较弱了，所以这些将军们也未必完全听他的，这个是比较罕见的一个军事结构，是不是、啊？对，哎呀，这个。蒋介石啊，他崛起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他的这个很困难的处境，就是当时的国情，他继承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军阀的北洋的民国啊，而且呢，他其实他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啊，比方讲他北伐的时候啊，这跟许崇智啊打过仗啊。
这个跟那个李宗仁这些都打过仗，桂系的。但是打仗统一以后，他并没有对这些前军阀啊处以什么处罚惩罚的。只要你归顺了啊，只要你这个对这个统一的理念呢 表示臣服了，蒋介石都既往不咎的啊。所以呢，但是有很多这种军阀啊，包括这个后来跑到台湾的阎锡山啊，他们有各自的出身，他们有各自的地盘。你去北伐的话，像这个西北啊，像杨这个山西这个阎锡山西北的什么马家军啊，他们自己平时啊，有从清末到明初，他们有自己的王国啊。比方讲这个马家军，这个马占山啊，这个马家这个西北什么马家军啊这些啊，他们平时已经跟那种念回民啊、壮民啊、苗民啊这种已经打过几十年仗了啊，而且这个是他们的故乡，他们的家乡。所以呢，蒋介石呢做事呢并没有做得太绝啊，就是因为没有做得太绝，他以为他吸收了这个杯酒释兵权呢啊的这个历史的教训啊，只要我们成立一个军事协定啊，那个呢就好好说啊。但是有时候这个人心隔层皮吧，对不对啊？然后呢就是黄埔军校的问题啊。这个黄埔呢，黄埔军校为什么会成为这个蒋介石的嫡系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像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这74军是蒋介石的心腹部队，一直打到解放战争啊，都是靠这个74啊，还有这个第52军还有第5军啊，这军长啊都是黄埔生啊，黄埔军校的是他的嫡系。然后这些北伐后来收编的地方的部队就是非嫡系，地方将军领导的军队啊，都不是这个黄埔军校。所以他继承了这个一个四分五裂的这么一个历史的包袱啊，你叫他怎么样统一这么多的山头啊。所以呢，这是我觉得这蒋先生来说是非常的不幸。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悲剧，很多事情就碰巧翘在一起了，一连串的这种巧合，对吧？对，如果蒋先生当时领导的军队是一个完全服从于国家法律的一个军队，这个统帅就是这个统帅，情况又不一样啊。或者说呢，蒋先生就是一个完全的一统天下的军阀，也不一样，对不对？再加上还有这个省级，他偏用这个浙江人，像这个陈诚、汤恩伯、吴宗南啊，还有这个后来的继承戴笠的这个叫毛人凤，全是江浙人。江浙人呢打仗不行的，我认为是历史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水土太丰富啊，江浙的文人善出文人，善出大才子，但是不是这个不是一个出军事领袖天才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要看到这个战国时代啊，这些什么春秋战国时代吴国越国这些地方啊，你都打不过北方的像赵国秦国，你连山东的齐国也打不过，因为这个是中国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问题。能打仗的什么山东、湖南啊，还有这个四川、山西啊，这些是能打的，但是江浙是不能打的。广东都能打，因为是蛮子啊，你看这个崇祯皇帝这个什么袁崇焕，东莞人啊，他有一股这个蛮劲，不怕死。江浙人怕死啊，而且滑头啊啊，不想死，他不是怕死，他不想死啊。每一个江浙子弟在家里祖传都有几千亩良田呢 他能够去读书啊，都是因为家里有钱呢、对不对？他读了很多这种忠君爱国的思想又怎么样？再想想家里这个乡亲父老啊，就
就良田千亩，如果我死了，我又是长子嫡孙啊，我这个家业谁来继承呢？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没办法，是蒋介石已经，我认为作为一个浙江奉化啊这么一个子弟，他跑到东京士官，经过这个日本武士道这个精神加持，他都已经这个啊，这个已经有这个品牌已经啊提振了。如果他没去的这个日本，不行。所以呢，这个他没有办法，我只能说中国国运不好，啊、对不对？那您这个今天讲这个江浙人呢、啊，我完全同意啊。那么这个，但是呢，您可能没有想到啊，您讲这个江浙人呢、啊，现在恰恰是当今遗珍的重要来源，当今遗珍用的就是枝江新春。这批人呢，很真心于习近平，没有问题，对吧？啊，那么但是呢，这些人的这个管理能力啊，这个执行一个大国的这个能力，好像现在大家有一所怀疑。江浙人是不是江浙人？他还是文人性格、商人性格，在政治和军事上面大开大合，还是不够强，是吗？首先，我不肯定枝江新军是不是都是浙江人，我认为是浙江人吗？基本上浙江人、福建人。习近平当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招揽的啊一些外地来的干部，哦，基本上是浙江人，基本上是浙江人。因为这个所谓的枝江新军，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还看不到有这支军队或者是这支精英啊，经受重大考验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得到。第一，没打过仗，啊；第二呢，行政管理方面啊，到目前为止啊，也看不出什么特殊之处，对不对？啊，所以呢，就也只能够说，我说这个江浙人，啊，江浙人是。作为这个文人啊，文人的大臣，作为这个甚至作为丞相啊，这个是很好的啊。比方讲的那个光绪皇帝的时候，他那个老师不是翁同龢最多是主战你去打，他跟光绪皇说打你去打好不好，是常这个是常熟人嘛，对不对？对啊，曾国藩那个是这个湖南嘛，对不对？啊，后来这个林彪是湖北嘛，对不对？对啊，你看这个什么华中野战军呐、啊，还有这个什么邓小平、刘邓大军呐、啊，这些彭德怀啊、朱德啊，四川人嘛，有哪一个是江浙的？什么江浙不行，软绵绵的。周恩来就是江苏淮安啊，白面书生，结果到遵义把军权乖乖的交出来啊。周恩来知道他自己不会打仗，在白区里头啊唱个小白脸啊，跟人家喝茅台，这诸葛亮可以，哈，你叫他真的去带兵打仗，他自己承认啊，我比不上毛主席，对不对？哎，没办法，中国这个地方就是这样。我说中国人有一个庞大的民族的共性，但是不同的省级有不同的区域性，加起来他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呢、啊，这个庞大的集体呀、啊，他有一种民族的共性。但是东北人跟那个南方人不同啊，广东两广的跟这个湖南又不同，两湖的又跟这个四川的又不同。所以这个中国人本身这个民族是一本非常博大精深的书啊，啊，要我们要从上下三千年从不同的人才啊、奴才啊、将才这里头去分析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些气质跟一些性格啊。好啊，今天就请教您到这里，谢谢，我们下一期。看看可以讨论这个汪伪政权是怎么回事，汪精卫先生是怎么回事。啊，对对对，这个呢，汪精卫政权虽然在任短短的从1940年3月到1945年啊，但是它里头有很多复杂的地方，而且都被国共两党啊
当然成王败寇啊，都把他变成的踩成地底泥，而且每一个人都是汉奸啊，这个呢面谱化，实际上他们也是人，也是人，所以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来详细分析一下，不但是人呢、啊。而且我看到他们被举证之前写的诗词和他们的表现很像这个阴行就义、啊、不像一个呢、啊、祈求生命的人，对吧？首先从汪精卫这个人的性格来说，我们要读文学读戏剧要了解人物性格、啊、他青年的时候这么不怕死这么爱国，然后在中年以后变成卖国汉奸，这个人的性格前后不统一啊，你知道吧？当然人呢在年轻跟中年跟老年是会变的，但是绝对不会这个变成南辕北辙的这么样子分裂的，这个是不可能的啊。对，如果他是这样变的话，我们要从足够的史料资料里头去解释他是不是神经病啊，是不是二十几岁的被车撞了这有可能，对不对？然后性情大变啊，所以呢要解释，这就是要对汪伪政权做出一个全面的评价，要从汪精卫这个人物性格着手。对，非常好，对不对？我们呢、啊、有幸的访问到了这个汪精卫的后人啊，有啊，他们生活在这个美国的新泽西，新泽西、啊、对对对，正好我们访问到了。对对对，那么下一个星期我们再来听陶先生的高见。谢谢陶先生。不敢不敢。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再见。Thank you.